头一个埔主持，埔主持公所伫市民广场盛大举办中秋晚会以及摸彩活动。市长吴平瑞特别邀请乡组国际即将成真火舞团带来市民朋友精彩挥舞表演，并且伫现场抽出300多项的奖项，予市民朋友度过欢喜闹热的周末暗暝。埔主持2022中秋晚会伫即将成真火舞团的演出当中有开序幕，精彩十轮的各项火焰特技非常的精彩，带予观众心大震撼的视听甲响应。活动当中穿插300多个奖项的摸彩活动，上大奖项是55寸的液晶电视，现场并发送每人20块的兑换券，会当伫会场15个单位使用，予每一位市民朋友拢欢喜满载而归。所以未来的4年，是不是也让品瑞跟着大家共同努力，好吗？谢谢。今天呢，真的非常的开心，有这么多的好朋友前来参加今天的中秋晚会。品瑞在这里也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真的是重金礼聘到今天来表演的这个团队，它是国际级的火舞。天南西刚好情意相挺，我们公所编列的预算真的邀请不到，所以希望大家等一下可以好好观赏我们的中秋晚会带来的火舞的表演。另外还有摸彩券，品瑞也有2张，跟大家一样，大概都有2张摸彩券，品瑞嘛有2张，现在已经藏在箱子里面了。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等一下，不管是品瑞自己抽到，或者是我们在场所有的贵宾，只要抽起来的那一张是吴品瑞，我就把那份礼物捐出去，好不好？太好了，希望大家可以抽中我，然后我再把礼物捐出去给大家，这样好不好？谢谢。那真的非常的感动，有这么多的好朋友相挺，希望呢今天的中秋晚会所带给大家的表演活动大家都喜欢。最后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事事顺心，感谢大家。市长吴品瑞表示，中秋节是我国传统的重要节日，为以人团圆，近期有无数游子返乡甲亲友相聚，希望借由精彩的晚会活动，联系埔主人互相的情感，期盼每年参加活动的人潮会当愈来愈多，和埔主欣欣向荣。最后再次感谢埔主市各公司部门提供众多的摸彩品，甲市民同乐，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新闻部门将来行埔主市采访报道。晨光洒落，晨风拂过嘉义的每个角落。随风摇曳的树影下，享受慵懒日光。让长者多一处活络感情，增进身体健康的好所在。让学子挥洒青春，热血激昂展现振奋人心的力量。从大自然的观察，丰厚科学与人文相融的教学涵养，盼望所有的大一丁案都能健康茁壮，打造全零度轮的无障碍空间，深入城乡，带旅人走进嘉义的每一处。银海小船穿梭扑来潮间鲜美，面山职人精神袭来日晒背香，持续革新的生产技术与多元通路，产业强劲拼出经济，更创造青年崭新舞台，让嘉义人返航，更吸引观光人潮汇聚。嘉义味人情，嘉义味风雅，嘉义味热情，嘉义味甜事，装进满意的耐人寻味，幸福的滋味就是嘉义味。